你要有些来了广州二三十年都不会讲广州话啊，因为不就不讲了。他的圈子，生活的圈子，工作的圈子都是说普通话的啊，所以没有机会去学。对，因为所以我就话叫他多讲咯。哇，哎呀，多谢。哇、哦。好薄啊！老师，我呀一会儿有两个朋友要来，我一会儿他来，我想用粤语称呼他们的名字，一个叫这个毛毛，某某了，哎，那我叫全了，毛不易要怎么说？某拜，那另外一个叫魏大勋，魏奶。奶大芬，奶大芬，奶大，对，那不是演员吗？对，就是演员。您知道魏大勋？也拍个电视剧啊，他做老爸，有一个女儿。他还演过这种戏，他演爸爸，然后有俩孩子。那个女演员嘴巴很大的脸，演他的女儿啊。你咋信了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您说的那个是倪大红，这个是魏大勋，不是，您说那不是一个人，我以为倪大红，对，我和倪大红老师刚刚合作完，老师，你功成大名啊，我叫郭麒麟，朱爱。我是哥哥仔呀！哎呀，还呀！哎呦，还呀！我知道你的名字啊，是。看你老爸那个相声。哦，谢谢。嗯，哎呦，你要这么一说，我都不好意思蹭您这饭了。这，今天我必须请客，我真的，必须请客。有缘啊！确实有缘，最近有缘，必须得那个请您吃这顿饭。阿玲姐，你咩到？马浩弟那个小马的中单。我的朋友来了。毛毛。对。某某。某某喂。你好。某某。各位好。介绍吧。某。你好，阿姨你好。喂，你这晚来这么一小会儿，我已经完全融入了广东生活。那你融入吧，我在台上坐着就行。那你这能坐吧？能坐。你跟这歇会儿。那你等会儿老魏。我的好朋友某某是一个歌手，是歌手，唱啥什么歌？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，我不太好跟您形容。哪一类呀？就是快歌还是慢歌？慢歌，抒情。抒情，那行，那你加个微信发点歌给我们听一下才行。偶像儿子你也不错啊，哎呦，你挺优秀的吗？谢谢您。等一下，我自拍两个。好，是唔系，唔使唔该。使唔该。哎，好嘞。那这样，那个您呢，先吃着，我先陪我朋友说两句话。好嘞，得，那是。哎呦，您别客气。老买一个包了。看看孤单的毛老师。稍等啊，不是，稍等一会儿。哎，您好，是刚才我做那一桌那个单，我先帮他们买了，那就在这儿直接操作了呗，咱别过去了，好吧？啊，都在。看了吗？看今天的任务了吗？你点不？这回是，没事，我可以点。你饿了吗？你想吃哪个？刚才我在那桌吃了一个那个小炒黄。海盗炒黄是什么呀？其实就是那些个素菜炒点海鲜。
那那个素菜是什么菜？不知道。哎，哦哦，对，也是。你啊，对，他说这鸡不错，这个白切鸡。嗯 ，no no， 猴猴，他点心你是不是还行啊？我都行，我吃啥都行，宝贝。因为我没吃饭，我有点饿。哦，没吃饭，马上要急眼了，有点。这个血糖不行，有点迷糊，看不清字儿了。妈呀！那行，我给你点了，我给你安排了，好不好？行。现在就那个粤语版报菜名。哎，食啲咩菜啊？菜油。油菜，这个不错啊。No， 鸡油，鸡，wait a moment， 乜嘢菜最好食？最好食啊！鸡肉食唔食啊？锅炉肉。OK， 再来。系啊。猪肉系啊。手扎果。还呀，就回应还呀。他们还想点一个 vegetable。三菜，啊，所以蒜蓉炒喽。好呀。好，多谢。汗都下来了，已经下来了。老魏到了吧？我先问他一顿。问他吃没吃饭吧，有没有给他那个啊？对，那哦，他说他吃了。哎呦，到了，我自己来吧，这个吗？啊，都行啊。谢谢。咕噜药。菜。谢谢。手扎骨。哇。谢谢。到点。好吃，很嫩。嗯，哎，这不错，这个。我发现人家这边还是口稍微轻一点啊，看着好像挺浓郁，但其实没那么咸，没那么咸，酸甜的。喂哇啦，他就是得把不同的声母变成另外一种读音。他们的音调有点弄不明白。我突然刚想起来，你不是港乐季吗？对不对？是。我能糊弄两句歌词儿啊，他那歌词说也说不下来，就只能啊，在那个音调下是吧？对，得唱，得唱。那以后我挑点你唱我的歌，哎，就唱起来就能说。他在唱粤剧吗？对。哎，这好耳熟啊，这个。求神啊，草头神啊，求神。名山喺后何妨投缘，痴心一颗结成片。你咪说话狂乱，叫快有声结缘。你嘅态度疲倦，快跪而开咪跪痴身边。笑些怒容满面，你溜得个样真系甜，一心望情爱实现，你省下貌面我无怨。